是谁让我们驱魔真君钟馗先生这么在意，而且还有闲情跟他玩捉迷藏？一出现就亏贺军翔、杨明威饰演城隍爷，和鬼王钟馗是至交好友，连恋爱烦恼都找他求救。你说，他会不会真的喜欢上别人？等一下，贺军翔担心情敌抢走孟婆邵雨薇，难得露出苦恼的模样，没想到城隍还改行当月老。城隍小教室，人间恋爱第一招，霸道总裁，女人看得心痒痒。一开始，你要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假装很暖，也不是假装，要用心。超级无厘头的恋爱小教室让网友笑翻，杨明威化身最强绿叶，要帮贺军翔助攻追到邵雨薇。这里就是一间我常常来的小酒馆，尤其在半夜肚子饿的时候，这里有很好吃的宵夜。两人到仙界秘密小酒馆约会，墙上的画竟然会动，还能散发香气，犹如哈利波特的奇幻场景。这件衣服是我先看的，20万，20万你也想要包？我出30万。他明明是姚慕青啊，为什么行为举止一点都不像他？甜美的陈雨希没想到被红衣女鬼姚爱宁附身后性情大变，废弃鬼屋的惊悚气氛，贺军翔跟邵雨薇也将携手面对挑战。三立新闻黄晨的郭顺宇特别报道。